孩子不只是国家的栋梁，更是我们每个父母亲心中里面的一个宝啊。那我们牧场除了提供了动物的体验之外呢，还有自然的探索，更为了要收集孩子们一生一次的笑声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地盖了一个童玩区。在童玩区里面呢，我们的设计呢又是以跟农场息息相关的。在童玩区里面呢，我们的设计呢也不能跟牧场脱节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里面提供的就是一台翼影机造型，它是一个溜滑梯。那孩子呢可以透过这种机具，然后又可以达到玩乐，这个才是他们能够发出最天真的笑声。除了翼影机的溜滑梯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蜻蜓的椅子，可以让家长在看小孩子之余呢，还可以坐在椅子上休闲，然后看着我们孩子，帮孩子收集他的笑声以及照片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也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非牛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在非牛，我们在经营者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感受得到。那当然不仅是一个有漂亮的景观，而且生态的这个多样性，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呈现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也得到了回馈了，因为很多的小朋友、很多的家长都很放心到非牛来。还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好让我们能够飞牛有一就天天都有都能成长，这个就是我们经营者最大的一个安慰了。